你现在已经完全变成一个穷光蛋了，你还在我们家装什么大小姐啊你！你让她走，她本来就不该嫁进来。下次再想买儿子的时候，别再找一个像我这样有名无实的富家千金，让自己成了一个大笑话。乐台今晚8点，因为爱情有奇迹。